本团完全没有在台上表演别人的歌过，今天我们要为了在草地上吹着秋天的风爽爽过，大家先唱一首就是台语经典歌曲。对，然后我们找到了那个有某某候选人之称的，有啊，有来了，这个非常奇怪的人，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是我们好朋友鱼头人。我们昨天试完音之后去吃热炒，结果发现他坐在角落喝酒，我告诉他，问他说你怎么了？对，然后他又说，然后翻译一下他的鱼的话，他说他最近过得不太好，想要上台唱歌，所以我们昨天试完音之后又跑去练习，然后紧急练了一首台语经典老歌，和这刚都雅物。
祝思慕鱼，思慕鱼幸福快乐。现在笑都不专业，你们有吃过思慕鱼吗？不知道它眼睛上面有块皮。